不管您拥有的是饭店、酒店、游乐场还是车店、花店、洗脚房，只要您有自己的地盘，并且是守法经营、变土豪的话，就请加入神田陕西欢乐联盟吧。我们会选择在你的地盘拍摄神田陕西的情景剧，给你一个免费露脸的机会。有意加盟的话，可关注神田陕西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信息发给我们，也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至神田陕西官方邮箱。土豪，我们做朋友好吗？学会展示自我的时候。您的自我是什么样子的？我一起就大汉，我是陕西人，有破烂表表面，两片泡沫就感冒。师傅，你住啥家？你扯房啊，好吗嘞？真是的，你爸是什么官嘛？太平洋警察了啊！拐得快，拐得快，拐得快，拐得快的少了。那堂堂七尺男儿，跪到这儿给这婆娘揉腿，老子不干！我活动一下膝盖，继续跪嘛。啊！这眉毛一个高一个低，跟贴着片。肩膀一个斜一个高。来，一二三。哇！神田陕西每周六晚9:45闪亮登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同仁堂影院独家冠名播出的全球最具陕西特色的文化娱乐脱口秀节目《神片陕西》，高端大气上档次，神片陕西不看真可惜。各位好，我是来了来不住，我是陈鑫陈三妮。从现在开始啊，大家就可以通过扫描咱们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咱们《神片陕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交流。没错，另外你把手机打开啊，在公众号的搜索里面，库嚓输入这个《神片陕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而且我们有精美的礼品给大伙儿。这个背着，只要你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精美礼品。哎呀，那个礼品多的跟你说，说都说不完。吃了弹簧了吗？这咋这么啊？看你今儿多么的开心啊！这次吃了细花菜了，把你细成这个样子。胡说性啊！被你发现了。哎呀呀呀！告诉你啊，我买了个新手机，iPhone 60，什么？可贵可好看了。啊，有啥了不起的？看你我样子，哎呀，长。我 iPhone 六十，别人没有我有，我自个儿开心一下不行吗？你有吗？行，自己开心一下没问题。嗯，不要拿着你我破手机什么60啊，就到处去显摆去，相信最后就长到小偷手里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嗯，到时候啊，你哭的时候可不要说我没有提醒过你。对，是啊，陈老师、陈教授、陈博士教授的可对了，职称嘛。为了我这个财产安全、生命安全以及什么知道的不知道的各种安全，你这文化呀，做人要低调，做事要搞调，你混不着了，不显摆了。说的对，知道了。送给你。那倒可以啊，关键是你这娃乖，你知道吧？知道就好了。嗯，以后你就低调一点。咱们今儿啊，看在你送给我60的这个份上啊，咱就借着你这股子长劲儿，说一说“长”这个字。一起说说这个“长人长事儿”。陈教授，准备好了吗？嗯哼。哎，可手。哎，其实咱们说的这个“长”啊，就是姓张的“张”，老张的“张”。老张。哎，他是个什么意思呢？姓张的“张”，是不是说这个姓张的人特别的张？咋？嗯，姓张的人就张了。嗯。那姓李的人呢？姓陈的人更张了。不讲理了。可能你这都胡说。嗯。我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是哪个字？哦。啊。哪个字了？“张”比较好理解啊。嗯。对，小张。张狂，比如说，嗯，仗势欺人的人就是张，对，哎，就凭自己家里头有点地子，有些子钱，有点子势力啊，就到处的张起。哎呀，我以为买了个手机啊，这个张可不是因为我嚣张来着。怎么着？我最多就是有点这个小激动、小骄傲。对了，啊，还有一种张，就是你那种骄傲、傲娇啊，有时候还带一点显摆。那堂堂七尺男儿，跪到这儿给这婆娘揉腿，老子不干！你干啥？我活动一下膝盖，继续跪。媳妇儿，使劲揉。我跟你说事呢。放。哎呀，有朋友要来呢。你看我这还轻易些，你要是来就给我这面子，要么你扭扭。住一回，住一回，媳妇儿。今天看你揉的还可以。嗯，那好吧，
就让你张一回啊。嗯，你不要跟我张过了。对对对，不会不会不会。来，小弟，快点快点快点。嫂子好。嗯，来了。坐坐坐。刚才我说不要回去。对对对对对对。媳妇儿，媳妇儿，该到你寝室了，发啥手机？我念谁信？看咱俩这五个机位，咋样？牛吧？来，喝水。哎，谢谢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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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喝啊？非过你家，哥玩是。那行，咱们做饭去。兄弟，我在这儿吃饭呢。多少家好菜？走走走走走走走，看咱。哥，你这尿性，跟我这块等你不一样吗？哎呀，叫嫂子帮忙活。那行，我给你把钱给我。有啥忙活去？那就车还在门口。哎呀，咱们不吃。哎呀，你着急啥呀？车楼下不能停车，让等着呢。你先坐着，哥。有钱给要车啊！好好，我先坐着，哥。哎呀，媳妇，来这换个热水啊！擦破破，平毛皮都不削，在这吃你妈啊！把我噎死了！把饭赶紧做吧，搁这拿我一截。你还长上瘾了是吧？哎，媳妇儿，哎，一会儿我收住啊。钱拿来，去做饭去。赶紧。那我给你做饭，你歇了啊。不撤，咱们上街去问问咱乡党啊，对这个长他们都是咋理的？您是陕西人吗？啊，是。是呢，咱陕西话有个词儿叫长。你知道啥意思吗？有点狂。有点狂。您觉得您长不长？哎，那肯定又是长又是不长。啥时候长？啊？啥时候长？要西施的时候肯定长。你觉得你长不？差不多，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不长，该长长，不该长不长。啥时候长呢？学我展示自我的时候。嗯，您的自我是什么样子的？演讲时候。啥？演讲的时候。演讲的时候您就特别长。嗯，就是您展现自我的时候，哎、是吗？哎，长。长啥意思？哎，长啊，长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复杂，就是在我长不积极的，啊，你长得很。您甚至会说，年轻人你保长。年轻人你保长。哎，可以就上天呢，长得没灵，就是你做事小心一点，别胡张狂。为啥你觉得年轻人长，老年人就不长？哎，年轻人火气旺嘛，志气向上嘛，老年人就长不起来，你老了就长不起来。对，我觉得您挺长的呀。哈哈，不对，这个话我现在比较教授平淡无色。长就是狂的意思，长他就是不谦虚。对，狂了的个人说是。人狂没好事，狗狂爱占头。对啊，你这不如做啥事要谦虚。您现在长过没？哎，我也长不起来。哎，我觉得您这打扮挺长的，你看夹个葱，一补一脸，你觉得你这打扮长不长？哎，来谈不上长，来是为了我来是生活必备，没法子。你觉得你长不长？我不长。你长过没？年轻时候长过。年轻时候咋长了？想干啥就干啥，就不考虑后果吗？矮转头明。差点。矮了以后，现在就问下来了。老实了，老实了。对，年轻人不要长，哎呀，赔的倍儿少铁了，长得没领了啊！你听听人家大叔说的多好啊！哎，也可以理解嘛。嗯、年轻人就喜欢尝试新鲜和刺激的事物，这活着活得带劲、哎、啊！但是，万事万物都要把握一个度。哎。哎，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两位小男生啊，一个就是演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娃娃柯柯、啊、一个是演花木兰的这个芳芳、啊、哎呀，我这颗少女的小心脏啊不得不同一直被这个两个帅气的小伙子牵动着了。好好说话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你们这样无知的脑残粉，所以他们那些公众偶像更应该以身作则，给社会和社会上喜欢他们的大众一些正面向上的能量，就是正能量、嗯、好，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了。这几天啊，风靡全国各大媒体头条的爆炸新闻，柯震东、房祖名等人在房祖名他屋吸食毒品，就大麻呀啊，被人举报之后现场被抓。
房祖名本名陈祖名，香港人，32岁。2010年凭借电影《花木兰》获得第30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柯震东本名柯家凯，台湾人，23岁。2011年因出演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走红，并获得第48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被抓获时，二人尿检均呈大麻类阳性。这是你刚刚尿？嗯。你看啊，嗯，大麻阳性。有一个吗？嗯，没有。警方随后在房祖名住所内缴获毒品大麻100多克。这是什么东西？大麻。这是卷的大麻，全是大麻。这是什么东西？大麻也是大麻。有什么别的类型的？没有。放什么？没有。这也是。目前房祖名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北京东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柯震东因吸食毒品被北京东城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你看看这些不懂事的少年，无知的小侠女，他们已经不是少年了，因为他们要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嗯，要这么说呢，啊，他们的行为太坑爹了，不敢想象啊。成龙这叫大爷吧，嗯啊，成龙大爷，哎呀，现在是个啥样的心情？哎，这操的心还真多了。来，咱们说的这个群体啊，叫啥？叫明星。嗯，人呢，不管你是谁，有了光环的笼罩，哎，往往就会迷失自己。对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家了。其实呢，一旦有了这种想法，那就是一步错步步错的开始。哎呀，另外啊，还有一个渣的群体。谁呀？在哪里最容易找得到啊？是啊，这个官二代、富二代，还有他们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哎呀，很容易找得到。没有错。嗯，一人得到最容易鸡犬升天。哎呦啊，其实呢，一个人得到的过程那是非常艰难的啊，只有他历尽坎坷、痛苦和磨练，终于到达了一个常人不能企及的高度的时候。那这些人啊，一般都会珍惜眼前获得的一切。嗯，我怕的就是身边我鸡呀、啊、狗啊、嗯、这鸡犬们啊、嗯、狐假虎威的欺这仗势欺人的、嗯嗯、这些人啊，一掌一曝光，就把危险前面多少年啊辛苦得到的人就给坑了，鲜活的实力是不胜枚举。哎呀，你说郭美美 啊就把她的干爹王军给坑了。坑了。啊，李天一把他的老子李双脚给坑没了吧。哎呀，这个李启明把他的老子李刚也给坑了吧。是啊。其实啊，你说我还挺同情这些当老子的人。怎么呢？不过也怪你们啊，又怪他们。虽然你们纵容身边这些小虾米的小长了嘛，哎，他们为什么还这么长？是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明明知道出了事，还喊着我打打死谁了啊？谁呀、啊？哎，以为能把事情平息，哦、结果找来了鱼肉的这个抽筋扒皮。哎呀，为什么就没有个节制了？啊，只要一出事，又把他爸爸拿出来啊，又一句话就不是说了吗？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惹事爹道歉。这呢？不单只是啊，因为他们个人作风的原因，嗯，更大的原因还是这个社会啊，把公权力看的就是太厉害了，太重，哎，嗯、都觉得吧，当官的呀就了不得了，是啊，谁都不用怕了，啊，真是的，你爸是什么官嘛 啊？太平洋警察了啊，拐得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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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了，哎呀，这个嘴太厉害了，那个大城市啊，嗯，素来就是这个飙车道。半夜里头胡作非为，嗯、哎呦，扎的那个劲儿，我跟你说，晚上躺在床上万籁俱寂，就听见窗外嗡嗡嗡，那都是啥？飙车了吗？飙车的。我就觉得啊，那些个飙车的娃娃们，嗯、人家玩的大了，怎么了？咱们平时玩什么了？玩个手机，玩个电视，玩个电脑，弹玻璃球。人家玩的是命，哦，开的那么快，嗖着一下，跟你说，哎呦，都200多，哎呀，200哈，200都是我起步的速度，啊，把车憋得嗷嗷叫，一脚油门就200多了。对，来看看这货是飙车党的疯狂行为，那、嗯、一个个的啊，都想死，先死呢，嗯。你看看啊，这些娃娃都是些不要命的啊，这个仪表盘都200多了呀。不是200啊啊，那是英里的速度，嗯，换算过来告诉你啊，按照咱们这个华丽啊公里啊，嗯嗯嗯，叫做320公里的时速。铁打打呀，他们陆地飞险呀，嗯，要么说啊，那些二半夜飙豪车的这个富二代们啊，谁能保证他们就一次事故都没有出过？我就不信，我跟你说，搞不好啊，出过这个事故，也被他们这个有钱或者有钱的爹妈给压了下去。有可能。
哎，你说这些啊，违法犯罪的事情，啊、就应该严厉的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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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击。哎，是。再说这古代，嗯，古代也有这个张人啊，有了，啊，长得都没灵了，哎呀，得那样，啊，长得都没灵，骂人了，咋回事呢？在东汉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名字叫梁商，嗯，这个梁商呢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梁冀，啊，这个娃娃咋结了？这个娃长得啊非常的难看，啊，他的肩膀是这样的，斜的，啊，据说得到了这个。当时东汉的全国最不平衡家、嗯、啊，眼帽是窄的，你也斜，眼镜是倒着的啊啊，这眉毛一个高一个低，跟贴着片，睫毛一个斜一个高，来一二三、啊，他从小啊就是个浪荡赌子，放荡不羁，嗯，喜欢喝酒打猎刀剑啊，就靠着他爹和呢。当时当皇后的是他妹。哟，那人家有权有势嘛，人家就自个着了嘛。国舅爷，皇上小舅子，他权势就更大，可不是吗？也更胡作非为了啊！又一个当时念书的人，嗯，家里边是大地主啊，名字叫孙芬，嗯啊，他们家非常的有钱，但是呢比较抠门。这梁冀身为大将军，号令天下，公正无私，刚直不阿。我视金钱如空气。对的，那空气对我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大将军，你还真实话实说呢？废话，我要是没钱啊，让你这帮子马仔哪有这绫罗绸缎，还吃的山珍海味呢？哎，是是是，多谢大将军恩典。不过大将军，还有一件非重要的你没说。啥？嫉恶如仇。我都见不得那些吝啬的人，抠门的人。哎，孙芬。分，哎呀，我知道这个孙芬有钱，但是他好像抠门的很，我简直能活活抠死。我老孙家有俩儿子，爷仨吃饭呢，一年四季都是稀饭，盯着墙上喂条咸鱼，爷仨一人活一口稀饭，啃一样咸鱼，就这么抠，你可当去。我跟你说，像这样抠的人，我在抢他简直是不容情理嘛啊！就是，我跟你说，你先去这个孙芬家，给他先送一辆牛车，就是我要跟他交朋友呢，看他收不收。那必须收嘛，收他就好嘛，收下来你就给他说，既然是朋友了，嗯，先借他5000万再用一用，他要是借了咱明儿个去可借，他要是他不借咱。我借咱，咱们像个鞋擦子，弄死，把他的家当全都占了啊！搞的，搞的！哎呀，你这哈哈三，赶紧啊！对对对，好，走走走，好好挣来的钱啊，谁也舍不得胡乱去撒去，嗯，是吧？所以那个孙芬，咱也能理解。这个梁冀啊，故意给人家送了一辆马车，马车送过去之后说：“哎，我们家大将军要跟你借钱呢。”啊？借多少啊？借5000万。5000万，铁打打呀！这个孙芬可能没招啊，嗯，拿出3000万。这个梁冀啊，当场大怒，嗯，就跟当地的官府诬告，把这个孙芬兄弟啊都给抓起来。哟，啊，等他们两个在狱中死掉之后，就把他们家全家所有财产1亿7000多万全部没收，没收就是收到他们家去了。后来这个梁冀当皇太后和皇后的两个妹妹，嗯，先后都死了。这个时候。新皇帝汉桓帝对这个梁冀的横行霸道已经非常不满，召集了一帮大臣商议，决定除掉梁冀，并立即派出了1000多士兵包围了梁冀的府邸。然后呢，梁冀你一看啊，可比了，这可比了，媳妇儿怎么办？那自杀吧。啊，于是两口子，哎呦，自杀。实际上啊，不由得让人又想起来那句国人自创的隐喻，什么？孬作孬呆，还有踹，歪有踹，哦，歪有踹。哎，翻译一下，不作就不会死。你看，就有人非得作。师傅，你做啥去啊？啊，
你咋？我难受很，难受很。哎呀，你难受，你扛我车子干做啥？哎呀，我心口真难受的。啊，那你扛我干做啥嘛？哎呀，你车把我碰了。胡说你吗，师傅？小伙子，我跟你说，你今儿瞄个千八百，你走不了，你知道吗？不是，哎呀，师傅，你不敢这样，你看我车在这搁着，还能把你碰了。哎呀，哎。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弄钱，弄钱！哎呀，你看你今儿不给钱，你都走不了，你知道吗？我看你是，拿我这打个电话。非得不今儿把你这帮人毛病给收拾了。哎呀呀呀呀！马叔，喂，爸爷，哎呀，我车呢在这搁着呢，这人拦我呢吗？啊，咱都没碰见吗？人倒也就是没事，这不走，我咱走呢不走吗？你就是这，我把他押过去，你看得多钱？啊、哦，得五十万。你就是这，你给我看打五十万，我把他押过去。过去。对，好。把走去。你做啥呀？你飞到毛病。你说这一天啊，都糊弄事了吧、啊？哎呦，自己就不能自食其力一点啊？成天就想着啊，咋这个发个横财啦？ 咋想着往人家车上怼了、蹭了、粘、哎、了？哎呦，真的是碰瓷徐景胜，且碰且珍惜。最近有个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就踹了，看到一个女子从天而降，精准的就趴到了车的前面。虽然说司机当时就来了个急刹车，没有出啥事。但是还是把我司机吓得够呛。这段视频啊，看着，为啥就让人觉得跟看周星驰一样？还挺有喜感的。哎，啊，大姐啊，我特别想问一句，你这是碰瓷儿呢，还是我搞自杀呀？哎、这个几率也太难了。你说，你要是碰上一个神一样这个存在的女司机啊，我惊慌失措，错把油门当刹车，你说你就过去了呀？不过最让我敬佩的、还是这位大姐笑看世事的这个从容和淡定。是吗？你看人家啊，站起来拍拍屁股，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古代上有没有像这么样的一个人，就是弄作弄带，就最后把自己作死？对吗？太多了，浩瀚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那说起来一大把一大把。哎呦，先给你说一个吧。在这个什么时候呢？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词人，谁嘛？名字叫刘永了。他写过很多好词，什么《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出门畅饮无绪念去去，烟区区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哎呦，刘大官人呀，好久没来我们青楼玩了，又写新词儿了。Nice. 这次歌词儿听着好骚青呢。咋真不文雅了些？哎呀，讨厌了！最近怎么心情这么好？是不是又找新女朋友了？没有，咱考了一个进士，以后高官人做，军马人骑，对象。呦，我就知道你攒着一股劲儿找对象呢，这下屌丝逆袭了吧？成官一代了吧？高官与我来说，我就是粪土。那我与你来说是什么呢？浮云。啥？我是浮云？不是。那我是你的什么？你是我的游乐妹。这还差不多。你看啊，柳官人，咱俩呢，你是宋朝的男文艺青年，对，我是宋朝的女文艺青年。咱俩放到宋朝，一个郭敬明，一个韩寒。形容你好，好不好？形容你好，形容你好。直下。
新科进士刘勇接旨。臣新科进士刘勇接旨。您与文艺界的女郭敬明接旨。皇上说了，你既然要跟昌妓文艺女青年一起玩，就不要当官了，特此除名，永不录用，亲此。啥？我的官？哎呀，我的官呀、啊！哎呀，没事了，没事了，你不是视高官为粪土吗？滚！官！哼，我的官啊！装什么呢？这个什么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嗯，我最向往的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天天还是跟这帮姑娘们在一起啊，吃喝玩乐，写写诗，唱唱歌，哦、最好。结果你这个葛女们这么一唱，这个小曲啊，这个词啊，嗯、就传到宫里去了。哎呦，仁宗看了这首词之后，心里就犯嘀咕呀。嗯，这么个意思呢，这是、嗯、不想在我这儿好好干。意思呢，在刘勇的这份卷子上边写了一句御批，叫“且去浅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考中的进士被除名。哦，这就是刘勇。把自个儿活活给作死 ，no 作 no 奈。哦，来，问问只能说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句，嗯、这个话。而且现在在这个朋友圈里头非常流行，嗯、就是 no 作 no 奈，外有穿。no 作 no 奈，都保国，都保四，都好好的活着，留下姓名来，看是谁善善心。这个国家泱泱大国呀，对呀，但是就是又那么些啊，嗯，国家一天忙死。就应该开个小船船、嗯、在咱国家的边界上来回绕、嗯哦、哎一会儿我过来了我又出去了我过来了我又出去了咋就这么扎的嘛很有些挑衅的味道、嗯、哎呦然后这个时候外交部啊一般就会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发言的这个娘的呀能把人给急死一点都没有咱们祖国爷们儿这个气质、嗯、也不知道几次都憋害看不看胡说啊咱中国是利益之邦，嗯，现在是倡导和平发展的年代，难道就随随便便就开大了？那我早养的孩子老百姓嘛，对对对，啊、嗯，对不对？但是前两天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嗯，哎，这个中国外交一概所谓的什么娘娘腔，娘娘腔，哎，嗯，向无端指责中国的国家连连开炮。哎呦，来看哈格尔先生的发言。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你有话，还不如直接讲出来。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whe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being challenged. We will uphold those principles. All nations of the region, including China. 哈格尔部长在这样一个大庭广众的场合，公开点名的、无端的指责中国，这些指责。完全都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我认为哈格尔部长这个讲话是一篇起来闹事儿、挑事的言辞的讲话。哎呀，我跟你说，大国外交啊，就是要是这样，怎么样？滔滔正正，掷地有声。要张一点、哦、啊，不能显得这个啊什么畏首畏尾的呀。虽然咱们是坚持这个和平发展、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啊，连硬邦的这个话都不敢说，哦、鬼才相信你敢在战场上这个刺刀见红，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太可惜了？你还能反应过来了？那还好着呢，还好着呢。不仅国家啊要张一张，嗯，咱们现在作为陕西人也得张一张。对了，啊，现在咱们说的啊就是骄傲陕西嘛。对着，咱们才现在正在进行这个丝绸。丝绸之路万里行 啊，这个大型活动，对，从古长安城到古罗马的这个丝绸之路，穿行七个国家，是吧？从咱们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到罗马、哦，啊，骄傲的重新再走上一回，是吧？来，千年走一回。对，你看我这个头都闹疼了。嗯，听你说的啊，我也说真的，想到丝绸之路上就扎一扎。哎呀，我一去就大喊，啊，我是陕西人啊，有破烂表表面，两瓶泡沫肉夹馍，一路那就喊到罗马去。咋就有行嚼烤肉串的味道了吧？哎，这柿子香鸡我是仿上口音。对了，我估计啊，别人就把你打死了。不可能，你都不要想着去这个丝绸之路扎了。跟你说、啊，咱们的目标就是把节目做好，是吧？对吧？你就在我眼前扎一扎就对了，我就不能忍受。
就说点大家不知道的吧。嗯，原来那个兰兰曾经是两口子。真的？啊，你不知道？我也想不到，我俩离了婚之后，你还能继续一起主持节目。真的是缘分吧？我俩离婚啊，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猜忌心太重。而且你这个人让人不放心。那都长成这个样子还不放心？就有一回，他说出去拍片去。嗯啊。拍片采访去。嗯，哎，于是呢，我就一个人在家。嗯，我非常宅，非常善良的。晚上我可得要打电话查稿了吧？你说你不信我啥？我打电话，喂。哎，亲爱的，在哪儿呢？我还能在那儿吗？肯定在家呢嘛。你肯定，你听还有电视的声音。这都在家了。你看神平山西验着你。那行，那你现在、去客厅把冰箱拉开、第三个格子里面放的是什么了？你看见了什么？哎，那冰箱里头有啥？你放的啥菜里怕坏啊？你现在去看嘛，看看就知道了嘛。冰箱第几层？第三层的那个格子里面最里头放的是什么？看见没有？哎呦，我看见这里头是一张咱们两口子的照片。见面的啊。那行，那你早点休息，我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哎，再见。其实我根本就不在家，但是呢，我为了方便他这个事儿，我早就把家里的每个角落的情况全部都记录下来，并且拍上了照片。万一他要跟我要，我马上给他发。我这个我们组里边精心的和谐，叫人家看见。